奶奶，奶奶，晚安，好梦哟。然后想在这里说谢谢啦，就是想要谢谢大家，因为其实我的名字是在全中国，我查了一下，总共加起来大概有20多万人叫王子璇，可能不一样的字。然后我就非常感谢我来到这个节目，让大家知道有一个王，紫色的紫，斜王旁一个旋转的旋，是长这样子的，然后只有一个。然后也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，让我从一个小小无名的人，然后变成了一个让大家知道王子璇是谁的人，所以就想要谢谢大家。哦，我要补一下，王子璇的那个紫是紫色的紫，因为他很介意把那个紫字写错，我老写错。他们俩都被他两次，然后就被他我写错他两次，然后就被他 KO 两次。我老写错。你写成哪个紫了？儿子的紫。我写成各种紫。